世间一切法全是假的。临命终时一样也带不走啊。带的是一生的造的业。业有善业，有恶业。带善业的生三善道，带恶业的生三恶道。六道里面，众生与众生的关系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看破了，看清楚了，你自自然然会放下。极乐世界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你一定想去。这个地方太好了。确实是你理想居住的环境。第一，无比殊胜的修行环境。你能不去吗？一生决定成就啊。这部经典是我们的保证书啊。保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作福。经典要珍惜。要天天读诵，遍数越多越好，这是真实的利益。世间所有一切虚幻的，到最后全是假的。过去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：世间人都想尽方法赚钱，问我赚钱为什么？问这个问题，我不用去想想，我立刻就回答他，我告诉他。赚钱是为了存外国银行，不就为这个吗？外国银行哪一天倒闭了，完全落空了。外国银行常常倒闭啊，一倒闭全落空了。你要明了这些道理，你这一生活在这个世间，不会把赚钱当作我生活的目标。错了。真正修道人，每一天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个小地方可以遮蔽风雨，非常快乐。他快乐从哪里来的？他没有忧虑，他没有牵挂，他没有得失。世间人纵然是大富大贵，天天还在操心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的想得到，得到的怕丢掉，日夜都操心呢，苦不堪言呢。万缘放下的人都是在，什么心思都没有。遇到净宗法门，老实念佛，毕生净土，他都快乐。
他多自在。